刚刚呢是五 G 网络最新一代版本，它在五 G 的基础上呢，就是我们最新提供了一个通感硬体能力，就是像大家能看到这个应用是五 G 刚刚所带来的独有的一个能力。那它是在我们原先的五 G 基础上呢，从五 G 的网络里面呢分出了一些网络能力，专门用来做一个低空的一个感知，从而呢就是相当于是用一个基站既实现了通信能力又实现了一个感知能力。原先的 5G 时代呢只能实现一个通信的能力，而只有到了 5G 刚 A 才能实现通感一体的一个能力。